远哥，我跟你说，我有钥匙啊！我有钥匙，我现在要开门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在这边，我要开门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要开门了。我现在把这个钥匙先拔出来先。我不是张学友，我不给你，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先把钥匙给弄出来。靠，这钥匙拔不出来了。等着，给我等，等着先。看我一拿到钥匙，我要开门了。你滚！我要开门了，姐妹们，我开门了。是这个吗？不是。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。你信我远哥，我跟你说，你有种就不要给我捂着那个门，远哥，你有种就别给我捂着那个门。你滚，你吓死我，我求你吓死。那你现在在没跟我说，就是实声，就是对不起。我不说。你就说实声对不起，你说我怂了，你说实声我对不起，我说我怂了。你进不来。那你就等着让我把这个门给我开掉，我跟你说，我待会你不行，我待会要叫那个叫五八同城的师傅过来给我开门。我跟你说你开不掉了。你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那个，我待会就要叫五八同城的师傅过来开门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在这里开不掉了。我不是张学友。你现在要么就说，你就说我怂了。你怂了。你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好恶心啊！怎么有这种男的？我怎么跟这种男在一起？不是，主要远哥他里面顶着我开不进去，我真服了。你快走！你要么说，不然我就跟你们耗到凌晨五点。你怂了？反正你没有手机啊！我待会就把那个 WiFi 断掉。你说不说你反正你没有手机，待会就把 WiFi 断掉，我看你在里面怎么度过今天，远哥。没惹你，你有病。你快点说一遍。啊，我错了，我怂了，对不起。行，我知道。我不是张学友，我不给你唱吻别。跟辉姐玩，辉姐就从来没有输过，姐妹。辉姐从来没有输过。你能先弄走我的小坏蛋。辉姐没怕过谁，姐。辉姐没有，对，辉姐就这么好说话。上演一场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对辉姐太好说话了，又好说话，人又好。我的天，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小男孩啊？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小男孩啊？我真的服了。我带货，我很久没带货了。八万之地，怎能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。辉姐从来没有怕过，姐妹们，在这种事情上，辉姐从来没有怕过。我看一下。吓坏呀！能对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先给你互关一下。对，对，就是很牛。太没。